艺人哦，嘿，欸、不是都有艺人要来吗？艺人哦，嘿，基本上你看到这拢是艺人，系啊。啊，阮无人讲阮袂有加艺人呢，系啊，花生豆艺人也有啊，嗯，他是那个阿强，阿强，他是耗子，阿强，我有个绰号叫汪东城啊，对，叫他大东哥。大哥你好啊，我们在那个看看什么岗？海口啦，海口港，夸张。我们在这个，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港？海口港，海口港。大哥你好，辛苦辛苦哈、哦。甘蔗牛奶欧蕾60块哈、哦。啊，圆圆花生串冰80元，圆圆花生在那个港口那边。海口港，海口港阿妈，海口港啊。哎，你们来垦丁玩啊？我跟你讲，在那个海口港。海口港，在那个看海的那个对，看海美术馆。好、哦，现在、啊、只有一个小时哦，赶快去哦，现在去，快闪电。嗯。一夜中动山，一夜中动山，夜中夜中夜中动山动山动山。对。冰还有吗？有。花生哈、哦？啊，有有。哎，两个花生哦，好，啊，一个80，两个160。艺人哦，嘿，哎，不是都有艺人要来吗？艺人哦，嘿，基本上你看到这拢是艺人，系啊。啊，阮无人讲阮袂有加艺人呢，系啊，花生豆艺人也有啊。嗯，康哥好难过，康哥，他说没有艺人来，他说没有艺人。有啊，我们都艺人啊，你们有看那个吗？我准定了。啊，他是那个阿强，阿强，他是耗子，耗子。我有个绰号叫汪东城啊，对，叫他大东哥。大东哥好，大东哥哇！不要看莎莎，来看，哎，莎莎他来看你的，他特地从台南。我觉得你必须下来。上一次有来台南，有送莎莎那个一大堆草莓的老板。啊，我帮你，他是大盘商。请问草莓什么时候会有啊？草莓今年11月中。我们可以去采草莓。对，因为我们需要那个食材。那我们大家一起拍好不好？难得一次看到那么多明星，一次收集。他可能好像只想跟你拍。没有，没有，他对啊，大家这样。浩哥，哎，全员集合呢，就你呢。哎，你不用蹲啦！对啦，对啦，来来来来来，1、2、3。